再见了，妈妈，今天我就有了事。不好意思，麻烦让让。哎呀！是抢船票啊，还以为抢我的泡泡糖呢。爆你个头啊，快拦住他。保安，抓小偷。哼，抓我们干嘛？抓他。我们小招精会偷你的票吗？小招精。对啊，那可是我们的老板。小七，我们的旅行泡汤了。别哭了，送你们的招商蛇口，深圳区域甲板生活节，招商尼多号游轮南海之旅。哎，喂，等等我们！我知道你舍不得我，但是我得去开船了。再见。奶龙，我们也快走吧。哟呵，旅游去了。